我们一起倒数三秒钟，好，三二一 ，Cheers！ 我们也恭喜 Mickey Mouse 120周年顶级珠宝展正式展开，恭喜 Mickey Mouse 在台湾的顶级珠宝展，从明天开始会为期3天，谢谢，谢谢，谢谢台上的每一位贵宾。我其实那个就跟平时一样啊，因为平时已经会好几年前都平时都会带妈妈来看 Mickey Mouse 的珠宝，因为我妈妈最喜欢的就是珍珠，对。珍珠之外，现金是一定要的，因为现金最实用。妈妈可以去，因为妈妈很喜欢做公益，对她花钱只会花在就是去帮助别人上面，所以让她开心，就是她可以随心所欲，有更多能力去帮助别人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再来其他，其实她天天都是母亲节啊。我比较大的问题是工作太忙，没有办法就是那么多时间陪伴在她身边。这个以外，其实他每天都很像母亲节啊，我们又住在一起。可是妈妈好像比较关心你的婚姻大事。我觉得他其实是口是心非的啦，因为我们是单亲家庭嘛。其实我妈妈，其实她应该是很怕我结婚的，因为她应该很希望我在身边陪伴她一辈子。所以我除非找到另外一半，我觉得是也会陪我一起陪妈妈的。就是他多了一个儿子，不是女儿被抢走了，我一定找到这样另外一半，我才可能会考虑结婚。哦，我今天佩戴这一套，我真的就是很感动，因为它是全新的，但是它看起来真的有那种古董的感觉，然后它是那种中世纪哥德风，我觉得非常的优雅，然后非常的复古。那今天是120周年，然后他们把我们大家平时都见不到那些古董的珍珠都在这个里面会摆3天，给大家可以去参观。我觉得很今天戴这套珠宝很幸运，我只能开心到现在，因为我真的觉得很漂亮。我觉得珠宝要做到这样子不容易，很大气，然后他用小颗跟大颗的珍珠把它串成一个颈链，很漂亮。手上这个戒指也很漂亮，这个蝴蝶，而且它都只有一件而已，因为都是手工的，非常珍贵。你也可以谈一下跟妈妈就像姐妹一样，平常你们怎么样保养皮肤的方式？哦，我今天还跟妈妈在聊，因为我是学习妈妈的保养方式，就是喝那个妈妈很喜欢吃柠檬，所以我最近拍戏日夜颠倒很辛苦，我每一天就带一大罐柠檬水，我发现自己体力这样还挺好的。然后后来我就去 Google 为什么妈妈那么爱吃柠檬，我去 Google 一下，发现柠檬真的就是固肝，然后固肾，然后有美白的功能，而且还可以就是预防你的骨质疏松。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想睡觉的时候也会用咖啡来提神，或早上4点多开工脸肿的时候也会用黑咖啡来退水肿，所以我就一边骨质疏松的喝咖啡，然后再一边喝柠檬水把骨质疏松给补回来。黄，其实我没有比较没有时间关注到这个价值的部分这样子。那珍珠是我一直觉得很像妈妈，她的光泽啊很漂亮。我妈妈很喜欢白色的，妈妈不喜欢深色的东西，所以被单白的啊，她也喜欢穿白色的衣服，然后家里也都要白色的，她很喜欢。这事情是能计划的吗？对，这个事情应该没办法计划，随缘啦，随缘。但今年是确定不可能，因为工作都排到年底。但妈妈听起来感觉很希望。我就刚刚说她可能口是心非哦。就随缘啦，谢谢大家。介绍对象？我不敢介绍哎，因为我觉得要缘分比较自然。还是他每次都标准太高，所以就打你枪。谢
些关心也还好，其实我是希望随缘，然后能够懂他的，有责任有爱心的，这样就可以了。谢谢。因为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谢谢。